鸡腿一人一个省的老婆跟我抢了。这鸡腿闻着太香了，我还是先吃为敬吧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这娘们可不像好人呢。哦，妈妈又吃独食，还好我发现了，要不然爸爸只能吃空气了。这只烤鸭就留给爸爸吃。哎，宝贝，去哪了？来，叫妈妈吃饭。妈妈吃饭了。来了。来。哎，今天咱们都有惊喜，不要再抢了哈。嗯，哎，惊喜我就不要了，都是你们吧。哎，我吃个面条就可以了。当天你可别后悔哦。哎呀，我是马虎的，我不会的，只要你们别后悔就可以了。行，这个是你说的，宝贝，我们先吃成这个黑芝麻糊，等下我们也要吃这个惊喜。好。鸡腿都被我吃了，等哈你们就困盘子去吧。你别笑。一口一个真是过瘾。造孽！这黑芝麻糊一股浓浓的芝麻香味，怪不得老公喜欢喝。老婆，这黑芝麻糊一股浓浓的芝麻香味，喝起来真不错，是吧？我现在还有活动，我给家人们介绍一下。行，家人们，我们喝这个黑芝麻糊啊，活动价19块券，给你发的是三大罐，每一罐都是500克，然后再送你一套杯勺，配料表里面很干净的，只有黑芝麻、黑米、黑豆、桑葚、核桃仁这些啊，全都是好东西，直接开水冲泡，搅拌均匀就喝了。趁着现在还有活动啊，你们赶紧囤起来吧。宝贝，我们来吃惊喜了，好戏开场了。哎，鸡腿呢？爸，这边还有烤鸭呢。哎呀，真的？哎呀，你来烤鸭玩的啊？哦，老婆估计快回来了，赶紧把炸鸡先藏起来。还好我回来的早，不然就错失炸鸡了。妈真香，哎呀，
啊，回奶奶，来，今天吃包子，你饭量大，你吃这个大盆的啊。嗯，好。啊！哎，老婆，这剩菜你吃不吃啊？哎，包子，谁吃那剩菜都给你吃，好吧？就知道啊，你看不上生菜，烧鸡场里面才安全。我这不煮锅子，那要不要？不要给我吧。行了行了，不给你吃。让你吃饱了，等下就不会抢我烧鸡。老婆，这酸奶酸酸甜甜的，特别好吃。而且现在有活动，你给张丽介绍一下。嗯，好的。铁子们，我们吃了这个酸奶来大活动了，赶紧来薅羊毛吧！原价39.9一箱，现在下单立减10元，只要29.9。而且每一杯都是210克的大杯装，一箱呢是6杯，有8个口味可以选择。上面的谷酱酸奶吃起来奶香浓郁，酥酥脆脆，特别的解馋。库存不多，赶紧囤起来吧。准备吃饭了，差不多差不多。这回终于轮到我了吧？怎么是用骨头呢？我太难了。